大太阳下，羊驼悠闲做日光浴，五花八门的鸟类用嘴清洁羽毛，抓抓痒。一旁的树懒抱着树干睡大头觉，这样的画面看了让人好疗愈。那它是一种夜行性的生物，它一天要睡上15个小时以上哦。它们主要是一些树上一些嫩芽、树果实啊、树叶为主。有食物小偷称号的浣熊，慵懒地趴着享受午后时光。园区今年还新饲养了北极狐，让身处亚热带的我们一窥寒带动物的样貌。来自北冰洋沿岸地带，它们特色是在找猎物的时候会跳得很高。这是帮它们洗澡，帮忙降温。气温飙高，动物管理员也忙着帮鸟园里60几种、200多只鸟类洒水降温。除了我们的大嘴鸟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天堂鸟，以及呢，我们还有很多种一些可以很亲近人们的一些地勤的鸟类，可以跟着客人走，一起走。毛喂食，近距离接触动物。新竹北埔农场以多元动物生态环境吸引家长带着小孩暑假期间来一趟好看好玩又充满教育意义的亲子游。记者何孟前新竹报道。